已知 f of s g of s 为多项式函数，若对 f of s 积分在 a 到 b 的话，积分出来等于 3， 对 g of s 积分在 b 到 a 之间的话等于 7， 是求下列的算式的积分等于5倍的 a 到 b 对 f of s 的积分，加上2倍的 a 到 b 对 g of s 的积分。那对 a 到 b f of s 的积分的话等于 3，5 乘以 3， 加上这对 b 到 a 是 7， 那 a 到 b 的话是负号，所以乘以负 7， 所以等于 15， 减掉 14， 等于1。